这新娘子咋穿一身白呀？亲家还穿一身黑。待会儿咱是这个，咱不是带着大枣花生的吗？你那不还备着糖呢吗？待会儿咱给大伙散散，热闹热闹。对，咱发点花生枣，让孩子早生贵子。吃吧，谢谢谢谢。没人了，快点！这个戒指有点小，你会不会介意？你今天就是套一个铁环在我手指头上，我也一样会觉得很幸福的。我努力，总有一天让这个戒指变成两克拉的。为什么是两克拉的？为什么不是五克拉、十克拉？谁呀？哎，你怎么跑我们屋里来了？妈，我知道你疼我，想让我开心，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用这样的方式，也没有必要让田冲瞒着我。我选择了他，我就不会在乎他有没有钱。他买不起大钻戒，我也会嫁给他的，我们也会幸福快乐的。我爱他，我喜欢他送我的任何一样东西。这枚钻戒我就很喜欢，所以你没必要操这份心。
王爷，沈辉啊，是我，啊，对不起，那么晚了还给你打电话，我现在又躺上了，但是我药没了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 真是对不起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搅你。有什么对不起的？我是你的医生嘛，正好今天我值班，也算不上什么打搅。<笑>女儿大婚完毕，这回你该有时间到美国去治疗了吧？ 魏红，你刚干什么去了？出去透透气。透气？哦，那戒指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是心寒，我怕天冲拿不出一个像样的戒指来，所以我去买了一个。我还再三告诉他，别告诉钟辉。 我没想到他还是告诉这个人就是一个小肚鸡肠。我知道他是因为我怠慢了他的母亲，他就一直在怪我。但是我道了歉了，你说还要让我怎样？你别看他平时一副受气包的样子，心里面可有主意的。 他现在是在用一个母亲对一个女儿的爱，在报复我。哎呀，这大喜的日子，你看闹成什么样子！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们的女儿，太不领情了，就是我错了，我是好心啊。 姐夫，啊，你起得真早啊！啊，做饭呢？嗯，你看我能帮你干点啥？你还会做饭？我会啊。真没想到。啊，来吧。不过你还不知道他们的口味呢。哎呀，有的时候很挑剔的。对，那我再学习学习。哎，对了，姐夫，啊，你有什么忌口吗？我没有，我啥都能吃。啊。哎。 这个是啊，这是叔叔浇花的那个水壶。那我去浇浇花。好。嗯。爸，早上好。好。天成，昨晚为了戒指的事儿啊，你妈很伤心。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您说。 这件事情呢，是因你而起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你看是不是该给你妈去打个招呼啊？该。她起来了吗？嗯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妈。
进来。这事儿我不想再提了。我只是希望我的家庭不会是因为你的到来而增加我太多的烦心事。我也希望你能早一点真心的融入到我这个家来。做得到吗？那好，你去跟钟慧说，让他不能整天的想着玩，让他跟我去公司上班，让他早一点从我手里把公司的业务接管过去，行吗？我尽力。